生压力大，侯佩岑小鹿美胸废纸保守。做女生难，做女神更难，光有优雅知性的气质远远不够，玲珑亮丽的身材才是吸睛的重点。近日幸福人妻侯佩岑为内衣品牌代言，或许要保持气质形象，即使为内衣品牌代言，当天侯佩岑在穿着上也非常保守，仅仅小鹿事业线。因为我自己有研究过，我觉得我好像不是真的很适合很露的衣服，然后就是一点点露得漂亮，露得适当比较好，所以尺度上还是没有办法很大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